Hello， 大家好，我是棉花。那么今天来给大家补一下啊，也是前几天，主要是昨天嘛。昨天我突然看到老秦的马超教学，然后就突然想起来，哎呀，当初答应大家的马超的这个就是有手就擒的教学还没有出，就特别的羞愧，就感觉哎，怎么搁了这么久？很对不起大家，今天也是赶紧给大家来做一下。那么首先的话是铭文的话是五个红月、五个异变啊、十个鹰眼以及十个狩猎的。有攻速的话，对于马超的手感会有非常高的一个提升啊。不过我们今天为什么说是有手就擒的教学？就是我们其实，这些出装铭文啊，大家看一下啊，出装铭文就看一下，其实跟老秦那边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第一套是输出的，第二套是肉的。啊就可以直接用。然后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不是一些连招教学之类的，那些大神的马超都有教，但是会要不停的练。今天我们就讲一些完全不需要练，你只需要设置一下然后就可以学会，并且让自己一个新手马超得到非常大的一个实力的提升。话不多说，我们就赶紧进游戏吧。就感觉这种东西比较适合我这样的混子啊，比较适合我这样的混子。远方。首先大家看到没有，就是我这个按键啊，刚开始玩马超的时候，我经常会抽不出去啊，就是，然后我发现啊，就我发现原因是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我这个设置的按键啊，就是太小了。有时候容易点不到，然后点不到的时候呢，就容易可能会戳空啊之类的啊。所以说的话，我是在布局里面把这个七连剑放到了最大啊，普攻剑就这个东西，你点布局，然后再不要找第一个系统方案，找后面的自定义方案，然后把这个按键调到最大，然后保存。啊，就按钮大小保存返回战场，然后再把操作设置里面选到这个自由攻击模式啊，自由攻击模式就可以了。你自己去试一下，你肯定觉得，但是这个用完之后的话，真的很多情况下你就不会出现那种，哎，我怎么没？你以为自己 A 出去，其实没有 A 出去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像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你和我们刚开始玩嘛，其实老手马超的话他基本上都能知道自己的一个是吧，自己的一个枪还有多久时间可以戳出去，但是因为我们是新手嘛，新手的话就是老是会忘掉什么时候戳，或者说就是说哎你想等一等再戳的，然后就发现自己枪没了。我们可以你看我自己头上，我现在是把自己的一个标记，我把我标记放在头上了，这样的话我在戳出去的时候我就大概知道，哎，我这边的话是什么时候还有多久时间要就结束，这样的话非常方便自己准确的知道自己这个枪还有多长时间可以戳出去啊，这也是非常好一样的一个操作步骤啊，就是点布局，自定义布局，它原来是在下边，对不对？我们把它给调到上面，啊，然后如果你觉得挡你视线的话，你可以跟我一样把这个透明度调低，对，透明度越低的话它就越不容易挡你的视线。然后的话还有一些就是你如果卡枪的话啊，其实你可以前面买一个小匕首，但是你不用升级成那个无论你有攻速鞋，对，你就一个小匕首就能很大情况下就是保证自己的一个手感啊，你们可以去试一下，基本上你买个小匕首的话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卡手了，非常的好用啊。然后像有些时候你逃跑的时候对吧，你二技能用掉了，别人还在追你，你这个时候怎么办？你一技能放的话，你要躲，就是要等一段时间。你可以直接往这个墙，啊，不对，
啊，不是这种墙，不是这种墙啊啊，这种墙是丢了过去的啊，这种。南之如阴，如雷震。看见没有？你可以直接往里面出去。这样的话就是有更大的概率一个进行逃生，然后就是大家会有时候戳不歪，就发现自己戳不准啊，戳不准之类的。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你可以发现它的一个一二技能是可以改变方向的啊，改变方向，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经常会戳不准，大概是跑的时候，这样大概是跑动的时候，这样戳的时候是容易戳不准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在跑动的时候，哦，我把这放小。你在跑动的时候，丢枪的时候干嘛呢？就是你丢的方向的时候，你把左手方向盘给松了，对，你把左手方向盘给松了，你这个回马枪就基本上不会歪了。不然有些时候的话，我会经常戳歪了。就是没有那么准，会偏了。你这个手一松，对，戳出去的时候手一松，这个也是基本上你不需要练习，只要理解了，就基本上都会了。好像，好像就这么多了。虽然比较少，但是大家只要会了的话，就是能够飞快的提升自己新手骑马超的一个实地。然后一些连招教学的话，其实我以前也做过教学视频，然后我就不说了，你们可以在我视频里面去搜那个马超教学啊。至于这个效果怎么样呢，就是你看我能打出这样的一个胜率，对不对？就还是可以的，虽然很多啊是因为我的其他四个队友太强啊才导致这样，但是我其实还是偶有到荣耀局的时候还是偶然会有一些 MVP 的情况啊，就还行，那这次教学就到这里了。虽然说比较的短，但是不是，就是东西比较少，但是都是非常简单的，真的是有手就会的那一种，希望那能够帮助到大家。再一次非常抱歉，隔了这么久，对不起，也就不求三连了啊，大家能学到就好。